你很难想象在美国一栋独立屋竟然只要100万人民币，但这是事实。现在介绍的这栋独立屋坐落于伊斯诺湖市，位于新开发的 Arbor Hill Ranch 社区内，2008年建，三房两浴三车库，2311英尺和215平米，占地7405英尺和688平米，是一栋有景独立屋，价格绝对低于建筑成本，是投资者的最爱。宽大带壁炉客厅，新地毯，家庭间，新装修厨房，花岗岩厨台面及中岛琉璃台，全套不锈钢厨具，早餐区。楼上主卧宽敞明亮，主卧卫生间，双水槽洗手池，立座双浴，大型走入式衣帽间。宽敞后院，草坪 ，BBQ 区，有社区公园、泳池、SPA。社区泳池建造在山坡的最高点，在这边可以遥望山下的伊斯诺湖，风景美丽宜人。伊斯诺湖市是以伊斯诺湖而成名，成立于1988年，属于河滨县。2010年统计，城市人口50000余人。距奇诺港市南边，沿15号公路，约30分钟车程，是一个湖边度假的圣地。伊斯诺湖占地14余平方公里，有很多水上游乐设施，有游艇、划水、水上风帆、水上摩托车、钓鱼等多种水上运动。湖边有多处露营区，还可以进行跳伞、滑翔翼等运动。由于是新开发的社区，所以这边的地税较贵，大约2.5%。我们代理出售的这栋独立屋也是一栋短卖屋，我们定价为18万美金和115万人民币，正在与银行谈判价格。根据附近的行情，出租的价格为每月1600到1700美元之间，社区服务费每月157美元。本影片由美国资深房地产专家熊宝宝团队美国买房直通车网站所制作。如果您想要在美国轻松买房，请浏览我们的网站美国买房直通车，或拨打免费电话直通美国，950-4034-1951。